我们现在呢还没有化妆，不过呢我们就要尝试一下 28 More 的产品。那这个是他们其中一个代购的产品 Catalabo Aqua Mask， 写的珍珠水解精华，还有透明什么植酸，透明植酸，这是亮白的 mask 来的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尝试。我们现在还没有化妆，所以我们化妆之前呢敷了这片 mask， 然后就等一下看它的那个效果是怎样。因为我的皮肤就没有这样亮了，对，所以我现在要穿一下。对，用了这个可能就上妆的时候啊更加的服帖。好，然后我们现在就要在妆前试试一下这个面膜啦。OK， 我们现在可以，我们现在打开，是第一份哦。哇哦，这是很透明的嘞，这是很透明的，看到吗？很香，很香。卡达拉果的味道，海洋味道。想要把它打开，有小心那个水水滴在你的脸上，太滋润了，滴在你的脸上。哇，很薄嘞，超薄的，贴下去会不会非常薄？所以我们是要把它敷在脸上，然后15分钟吗？我们放15分钟之后呢，我们就要去化妆，这样子我们的脸就会比较滋润。哇，很舒服，又很香，那种，然后它的香味不像凯明哥那种香，就是那种很舒服、很 relaxing、很 therapeutic 的香味。我很恐怖哦，它很大片，所以我的脸会比它比较大啦，所以完全是 fit 到完 fit 到它的脸。对，我的是刚刚好。那你就要拉去后面一点，因为敷 mask 的时候不可以皱皱的，如果皱皱的话可能会弄到一些皱纹的出现，所以你每次敷 mask 都要拉紧它，拉去后面。所以通常呢我用 mask 的时候，我敷了上去之后呢，在这里面呢其实它还有一些那些精华，所以我不想要浪费，对，我就会把它挤出来，尽量就不要用你的手啦，就来你这边挤出来，然后就不会这样子挤那个，不要浪费它的精华。哇，它里面还有很多精华敷上去，然后通常我们做 mask 的时候是躺在床上嘛，所以当你躺在床上的时候，这样子它的那个精华就会把它弄下来。为什么做 mask 的时候要躺在床上呢？那因为我们有地心引力嘛，如果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它就会拉，因为 mask 有水分，有水分就有重量，它就会把你的脸拉下来，下垂。对，所以每次做 mask 的时候呢，你就要躺在床上啊，就往打往，所以你的皮肤就会往后。这边紧致一点，这边紧致啦。好，现在我也要打，可以吗？里面还有很多精华，而且这个很值得哦。不要浪费每一滴哦。第二眼睛，所以其实我要滴，其实我会把它滴在通常我们是滴在额头啊，然后要把那个精华要顺着鼻子下来，然后你就把它拖去这边左边和右边，还有这里，就你要准啊，如果你放不准的话，你就滴到你眼睛，眼睛有痛吗？有辣吗？没有，所以就想说这一个精华是很好，它没有 chemical， 如果 chemical 的话呢，滴到我们眼睛的话会辣，很辣的，很不舒服。我们现在呢在敷这 mask 中。擦了15分钟之后，好舒服啊！这个纸呢是比较干的，所以代表很多它的精华都是进了我们皮肤里面。对呀，已经吸收进我们的脸上了。所以现在就把它脱掉啦。哇，很清爽的感觉，真的是很清爽哇！整个 feeling 是好像，喝了很多很多水，然后皮肤很滋润。卡达拉果化肥水，所以现在我们就啾啾啾啾啾啾，它的广告。哎，阿瓜玛海洋女神面膜，我们现在变女神啦！擦了这个，你就会变成海洋女神。对 ，before 我们该放 mask 的时候呢，我们是素颜的，所以来好像很暗淡的我们皮肤，所以现在真的是亮白很多嘞。尤其是你整个我的脸看得出容光焕发，好像化了妆这样子的，对，有吗？那你们要知道从哪里买到这个吗？看啦，要去到我们的这个 28more.com。对，我们可以去 28more.com 去购买这个 mask。
对，为什么要去 28 Mall 买呢？因为呢，这里这个平台是可以 shop and share for free， 所以呢，只要你 share 我们的 link， 所以我们会在以下放我们两个的 link， 对，那你就可以按进去 register 了之后呢，你就有免费的红包。对，免费红包。这样假设讲说你去 click 我的 link 了之后呢，你就会拿到红包。嗯，这样如果你拿到红包的话呢，我们也是可以拿到红包，所以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平台。share 给别人的时候呢，你自己也会有红包哦。那你可以用那个红包来买东西。嗯，所以你们一定要去 try 一下。还有记得支持我，我是五号，还有 Stephanie 二号 Stephanie。拜拜 ，Thank you， 拜拜，拜拜。要浪费，所以他放在我的腰包。哦，我这边还有，其实你整个手伸进去还有很多。OK， 然后你的膝盖、啊，我就很蛤蜊了。要不然你用手要怎么把它缠一点？我的，那你就没有手啊，你就用这个 left over 的按进去，然后就擦。好吧，我脸的是很亮哦。对对对，幸好有这个 mask 的存在。OK 啊，我去洗脸。OK， 我等一下才可以彩棉啊，然后买力宝也才可以。好，我们现在走吧。那我现在就有一个困扰，所以我想要请求我们这边的化妆师。我想问你哦，因为我刚刚呢就敷了面膜，所以敷了面膜过后有一点会贴贴的嘛，所以我想问我们等下要上妆是应该要洗掉这个面膜呢，还是放着然后上妆 ？OK， 其实呢，面膜呢就是有一种 serum， 可以保湿，可以紧实。嗯，所以化妆之前呢，先敷个面膜，其实又会有帮助很大的。嗯，所以你敷完面膜过后，你只需要把干的 T 恤给擦一下多余的 serum， 或者你可以用手指按摩式给那个 serum 进去，像我们化妆的时候就不会黏黏。嗯，明白了，好，谢谢 Crystalline。所以我们现在知道了，当我们敷完面膜了之后，如果我们要上妆的话，我们就先拿 T 恤抹掉多余的 serum 就可以了。